贺老师，我还有彭文正，我们三个都是在大学教书的。也不是说大学教书就多高尚，但是呢，我们三个人，你可以如果想去查，你可以查。我们跟任何权力中心，我们完全毫无瓜葛，我们不会去利用权力牟利什么等等的。也有人呢，就因为我调查论文，第一时间要抹红我，哎，甚至要抹红我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一生到目前为止，我从来没有进入中国，我也没有到中国讲学。我曾经有很多机会，中国那边邀请我去那边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或者讲学等等的。我完全没有接受。台湾教授协会那时候不是一个开一个记者会，然后就污蔑我们在丢红色的泥巴，然后那记者会的就是一个台湾教授协会主办的嘛，然后里头有王定宇。有王定宇，这个家伙还号称是人权律师，真的是很丢脸的。黄定宇非常丢脸的。还有那个另外一个，就是说我们是那个红色集团的，还有包括那个民进党的也有王定宇。我刚刚跟你讲是黄定宇，那个。黄帝颖是比较年轻的，他是律师嘛，他还号称是人权律师嘞。人权律师可以跟那个台湾教授协会，那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是要我找是马上可以找到。他们就开记者会嘛，就是我们在丢，就要把我们抹红啊。